这片迷雾我有一法可解，伊索尔德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水晶瓶，我搓一下。我再搓，我搓一下，我搓一下，掏两刀，我搓一下，掏两刀，我再搓，掏两刀，接平 A 打强攻。再搓一下，搓一下，掏两刀，平 A。所谓的幽灵，闪现，升个级，搓一下闪现，别着急啊。搓歪了。赶紧升级，艾克来了，艾克来着来了 ，W 掏两刀戳一下，掏两，这家伙，哇漂亮！来把长剑，你点盐呢？我以为不用点盐能杀得了这塞拉斯呢。刚才如果把塞拉斯杀了，我应该死不了。但是这小塞拉斯好像跟我操作起来了。其实在他选武器大师的时候，我不是很想选这个英雄。他比较克我们，他躲我平 A， 我最重要的虚区就是平 A 伤害了。他好猥琐呀，我们勾引他一勾引。他不上当那就没办法了。看他 A 不 A 我们啊，戳一下，再搓一下，打不了一下，搓一下，再搓一下，重，搓一下，搓两刀，搓一下。这玩意儿不出塔呀，给我中，我戳一下。这艾克有点无敌了呀。W 接戳一下，实在你要是不跟我打，我就一直戳你。W 接戳一下，
这波能秒他。打不就中，拖一下点烟接大招，吸跳眼儿。玩这个英雄你得知道其他英雄的特性，你知道吧，你要别的英雄不会玩那就完了。我这把出把三项行不行，你们觉得这英雄不行，不厉害，我都不用出我就知道他出三项肯定不厉害。只能就是海妖，我将荼毒世间，一切都难逃厄运。搓一下，艾克来了，搓一下，打不着，没办法。这武器大师确实有点难杀，拉倒吧。这玩意儿异态克我们，他不交易根本杀不了。来一 W 搓一下，炸一下，搓一下，平 A， 平 A 闪现，搓一下，平 A 接大招，吸一惊人开锤，重锤跳眼儿，给大招，搓一下接吸。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接大，拆塔，谁来了，他们家刚才亚索搓一下 ，A 两刀，搓一下，回家。这塞拉斯是中单是打野呀，塞拉斯装备有点好啊。是不是搁这打你鸡呢，一下 A 接戳，接平 A 打W，接戳，接平 A 接扎，接吸，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接大杀鸡，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变亚索、卡莎、日女儿，记着点啊，不要给忘了。
拖一下。重。拖两道剑，拖一下。击一下。拔不了重，拖一下，接扎接大招。这他妈大招能被武阶大师的一挡掉啊！我操，这也太 bug 了吧，兄弟！那大招干哈能被武器一挡掉啊？凭啥呀？一能减伤，不是减伤，我一点伤害都没打出来，这就是挡了。因为他这个大招是什么，你自己看啊。这个技能会对主要目标施加攻击特效啊，并对其他所有敌人施加法术特效。他是去攻击那个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人，他是一个平 A 技能，他可以触发攻击特效。你给我晕，我扎 A 两刀，打个蛤蟆。这里还有个蓝 buff， 打个三狼吧。没有人啊，这都收线去吧，啥也没有了，那还能给你留吗？啥也没有，上面的野区我承包了。中，先回家。这塞拉斯跑下路去了。先来点破败小件压压惊。出门，谁 K 林斯巴瑞了？我看看，谁敢 K 林斯巴瑞？啊 ，K 林斯巴瑞是吧？我来了，这波直接上他技能交了。打不了掏，戳两下 A 一下，致命点炎接个大招，吸纸 Q 一下 A 一下，接大招 A 接戳接 A 接打不了，接平 A 接平 A 接吸一下 Q 抖，我还有身上日女那个盾呢。黑雾进草丛，看不见。我现在的伤害不足以能杀俩。我仍能听见他的哭
走。查眼儿，那 ADC 去哪了？八半溜中，掏两下，搓一下，平 A 平 A， 再 A 一下吸。基本上吸的英雄技能呢，就是用一个用一个来回就可以放大招了。把这三个技能都用完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变身回来。要不然他技能吸地他也没用。我就想对面有点奥恩，我给队友打打装备。走呗，戳一下 A 两下，平 A 接 E 接 A 接 A 接戳接 A 接大招接 W 接平 A 接 C 闪现 E 一下，刃影放大，我就教大招 W 走，走呗，戳一下平 A A 一下 E 一下 A 一下走呗，这亚索是破败的，给我瞎当了，居然给我瞎当了，很秀了，已经不是很秀，我觉得我应该回头反杀。刚这波为什么没有回头反杀？是因为他们人太多了吗？我应该先杀亚索，吸完亚索再杀卡莎，杀完卡莎再杀日本。这把我们出一个纯虚居装的，先杀亚索有风墙，过来一下，给大招 A 掏 A D C 一 Q 接大招 A 接掏接 W 流接一，人有点多呀，这不是 ADC 太脆了，是我技能都没放完他就给我控住了，这日女太烦人了，这日女，看来我们的收集者我给他出完，我得出右装，还是得出右装，来点右装，我本来想出死亡之舞的，刚才这把艾克装备还可以啊，他刚才25层杀人数，那我们家怎么能这么难打呢？有蓝 buff 没？这亚索挺厉害的，他们家的亚索，还是个分离者亚索，天！我打吧溜你，不跟这武器打，找找别人。哇，塞拉斯
不行，这有日女，快跑！他们家中路三个人，可以打。一下 W 住，掏两下，掏一下，吸兜大过来 W 走，W 掏平给两下 A 一下，接大招，接吸一技能，看见了，锤重锤，吸一上来链W 掏接 Q 接平 A 接大招 A 一下吸 W 一 Q 耳链平 A A 接 Q 一下接吸开个盾，回家来一个收集者，我要出个死亡之舞，这能 A 死吗？好像 A 不死。黑雾，中，接闪现，好像不太好打。这人预判位置预判的不错呀，这个链儿中了，这链儿没中，我把塞拉斯杀了可以。不是透视，他是有扫描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有扫描，所以才能打得到。哦，好丝滑的亚索，对面要打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对面要打大龙，这不能让对面打大龙啊，这能让他们打大龙吗？哎呦我操，这谁拉屎杀这么多人？来，没法上了呢。A 戳点烟，戳两下平 A 接吸，一下 W 接 Q 接 A 接大招接吸，一上来 A 一下链 W Q 一下 A 再 A 接大招 A 接 W 吸，哈塞。要打大龙，我在这个黑雾里面，他们应该是看不见我在哪。算了，我从下面走。
上哪去了？你没有搞懂 E 这个机制，怎么没搞懂啊？就是塞纳的加强版啊！哪去武器打搓一下 ，E 一下 ，A 接搓接平 A 两下，给大招 A 一下接 C。锤重锤接重锤接重锤接重锤，跳下来晕住接大招走，拔不能走一下，搓一下 A 两下套点盐吸吸吸吸，哎呀吸不着这种啊，这控制个多呀。来点魔抗吧，魔抗出点啥呢？东船吧，也不热了。水银，水银我也不会用啊，出吧呢。基本上我出的水银就是浪费。艾克的杀银书已经仅仅只剩五层了，我们家没有 ADC， 而且对面的亚索好像有点厉害，这亚索不好上了 W 给我搓一下接 W 接大招吸，一上来链 W 接扣接大接吸接吸，一上来扣一下重锤，这英雄啊，吸武器大师吧，没有那个被动重锤，不给重锤。